吃饭了啊，舒婷，吃饭了啊。哇、哦，今天什么日子，这么多菜。快坐下，开饭了啊。全都是玉姐亲手做的。对啊，我忙活了一下午呢。哎呀，玉姐，你今天怎么不一样啊？怎么不一样啊？嗯，真漂亮。就你会说话。哎，你们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这啥啥意思？吃你的饭，我那么多干嘛？不是你先说，你这不说我吃的不踏实啊？今天是我和舒婷的好日子。哦，我这也没准备准备。我结婚，你准备什么呀？怎么说都得包下一间大饭店，办得风风光光的。哪儿那么讲究啊？再者说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也不合适啊。再等等吧，实在不行不再顺眼也可以啊。我等得够久了，我不想再等了。你说你这臭小子啊，玉姐好不容易做这一桌菜，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好好吃饭啊？好，好，好，等你啊，跟谢香啊，成婚的时候办得风风光光的不就行了吗？好啊，我可没说要嫁给他。你看见没有，你还得努力知道吗？是，我得再努力努力，对不对？哎，别闹，这么晚了会是谁呀？还是小心点好。你们坐着，我去看看。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啊？他怎么了？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说，进去说。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。在这说不清楚，我就要进去说。想不到啊，你是个女的。嗯，对不起啊，瞒了你们这么久。看来我还是有先见之明的，知道有贵客到，所以做了这么多菜。舒婷，哎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